三、二。我们今年有增加能量，因为作物很快就会腐烂，所以政府这几年的能量设施补助很多。那我希望农民或者是企业能够重视这一块，你种起来以后，你可以慢慢去加工，制造美丽的那种农林产品。好，所以能量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减碳，好，就是不要有二氧化碳的。哦，减碳的机械也是未来重点。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暂停一年，所以各位农友可以说非常盼望啊，今年啊可以来举办。啊，伫个农业机械展，隆重有超过400间的厂商，哦，1000外的摊位。伫个100空高年的时阵，咱创造现场的交易金额就达到5亿元，啊，展后还有8.5亿元的交易量，啊，所以这个展会，所以创造很多的商机。今嘛吼，整个先进的这个机械啊，会当提供予咱哦，伫个农业使用当中的安那省时、省力、省工啦吼。啊，安尼不只是啊，咱的这传统农业会当吼，借用这个机械吼，啊，予咱啊降低成本吼，啊，增加收益吼，甚至青年农民啊，较愿意回来啦吼。所以，欢迎县政府来办理啊，啊，这农业机械展呢，是非常有意义的代志。所以呢吼，嘛一直引起全国各地啊，所有咱这农友兄弟啊，拢总会当吼啊来看，当时咧举办，伊拢将非常期待啦吼。所以咱连续为今仔开始连续办3天。